手在这里。三天之夜，阿紫头的游戏界吗？哦。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抽着头发蠢蠢欲动。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，想到街上走走。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，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，我的心情像土拨鼠在挖洞，想找到出口，我要找到出口。谁负责轰隆隆的节奏，退出来自首，一起到遥远的外太空，去甩一甩头。随时随地有空。